哎呦，真的吸得眉毛落脱了。如果侬欢喜吃黄泥路的话，一定要试试搿道菜——荠菜鱼龙羹，吃过伐？起锅，加油，煸炒荠菜，炒出香味，煸炒笋，好，加入鸡汤。如果家里没有鸡汤的话，那只能用纯净水。我们来调味，一勺盐，一勺鸡粉，少许糖，来点胡椒粉，水淀粉勾芡。汤跟羹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碗芡，这是我们可以把黄泥螺推下去。这道羹啊，食材啊非常简单，它的鲜度就靠泥螺。大厨建议用醉过的泥螺，酒香味特别浓郁。这黄泥螺啊，这是经过加工的，所以不用沸水，好吗？但是有个窍门，黄泥螺动作要快，下锅以后推匀，直接出锅。最后推入蛋清，淋上麻油，出锅装盆。黄泥螺一定要选大的，赵万生这罐醉黄泥螺用的是舟山当地三月份的泥螺，这时候的螺肉又肥又大，肉质脆嫩，一点沙都没有。先上酱。陶醉厨房，你的厨房百科。